你为什么走这么僵硬？你后边是谁呀、啊？洒落一地的牙签。这么多！我天哪，好多蝙蝠！蹲下，蹲下，蹲下，蹲下！他交配了吗？这？咋全变长了？只能这么给蝙蝠。他应该不会撞到我。不是，那不一定，他是瞎的，他有声呐。他是不是在这被困住？或者前面有什么事儿？要不你进那屋里看看，是不是有什么尸体？他们在那吸血。真的，蝙蝠不会莫名其妙在一个地方出现。走。所以让你不要换换机子。还有一双鞋，有两个拐棍儿。这个好完整，老年人腿脚不便了。还好还好。哦，只要他们没事就好了，是吧？这应该是家属区。造字，他就做个造呗，节约钱嘛。那儿有个镜子，照妖镜，这个应该是。照妖镜，镜子他不是镜子朝着外面吗？对。哦。镜子朝着外面去了。镜子朝外面是照妖镜是吗？对。反正这边我不知道你们那儿写错，反正这边写错是那样。看我鸡皮疙瘩起来，怎么说？你们知道吗？之前那些老伯就喜欢住在这里。那、你这么说真是，哎。走吧走吧，鸡皮疙瘩出来。看这墙上是不是个图案？我看像一个鬼头的图案，一个大蜘蛛的图案在那。走吧，蝙蝠又来了，快！走吧，咱们走。不要吓我！我就怕他撞我。没有，我们走呗，我没啥。嗯。走吧，走吧。小心蝙蝠撞脸啊！他应该不会撞了，对吧？他能，不会撞到我，他也很难吧？为什么是冰上？有时候得配件好，我们下面可以看。这是哪？这一楼吧。啊，就我们几个人这个能量已经不够了，电池也差不多用光了，手机也用光了。哎，这我们刚才不是在这儿吗？哎，这每一层都一样的。嗯。也是这样。我靠，这照片真吓人！我的妈。你看那个。这个、眼睛那个上面那个，对呀、我刘琴，那什么，他们的照片还在，别的都撕掉了。反常的地方吗？对。是干嘛？还有那干嘛？还有哪干嘛？我去，无处不在啊！哎，这个不是那个小时候，那个咋的？那个啥的？叫哪个叫啥的？还有小米，两岁的都。2007年还可以。他为什么？哦，他后来才搬的。嗯。他这件衣服给扯撕扯了，现在。护士长的头套。什么？现在是护士长吗？对，这有可能杠。嗯。哦，一个杠就是护士长的。对。哦哟，这都行。这抽屉有啥？嗯，那说明这个东西就是。嗯，哎，这个名片是干嘛？翻过。继续学员证翻，没什么东西。哦，医生办公室，真是。高危药，看看有没有。这窗户谁开的？我现在就这个光的这个角度，它玻璃像一个人头探出来了，是吧？我去，我吓惨了，鸡皮疙瘩都起来了。我去，这么多药，哇，这一股药味啊！对，好，全是药味，好香啊！看到什么？
哇，白大星。这个地方应该是药房，特别多，难道不行，这容易着火，就拉着他走。看一下，哇，可以啊。出水放这个药，现在也可以。我想用个什么东西把它包住。嗯，别点了，太危险了，容易着了。你小心，它有些地方，它棺材酒里边有那种就是可燃气体。这里都空气比较流通，倒没关系。嗯。这鞋摆在这儿，这个位置什么意思？开灯了，他看不见。我听到水声。嗯，水的声音。真有啊。对的，走吧。这不是这么多年了，为什么还有水？下雨了是吗？小点声。你是不是渴了？喝一口吧。我不渴。然后再接着走。对，这一杯，感情深。走吧。别去了，太远。空的，就一个空房间。我操，越来越破旧了，看着。你要跳出去还是？就是这样是吧？你们从哪来的是吗？要走了。翻出去吗？翻出去啊，走。还是跳出去？翻上去。这些玻璃已经踩碎了，然后穿上衣服。我们的蜡烛已经吹灭了，你看一下，你到时候以为要出什么事儿。我靠，外边一片漆黑。那帮我照一下，我不知道里边什么东西。哇，好高哦！好，好，刚帮我拿一下。慢点。Oh shit！扶着墙。我一下不行，你行不行？反过来，你不要直接跳，直接跳一个崴脚。对，撑着。你去扶他呀，万一他倒了。翻译。你看我这才吓人，他没咋了，快跑快跑！小心啊，扶住啊！踩哪啊？再往下，再往下一点。再下段。你那个脚同时下，手撑它。对。是哪边啊？你给我。是。往哪边走？打火机走。往这边走。哪边？对。挺好的，挺安全的，就是。自己把自己吓得够呛，对，其实里边没什么，主要蝙蝠那会儿吓到，对，还去吗？不去了，饿了，我要吃饭了。青蛙呀、啊，那不是吗？我咋还没看到呢？再往前走两步。就是那只那蛤蟆吗？感觉在跳着呢。嗯，那只能是它了。原来有个包。我去，过去看看那包。好多蚂蚱。里边没东西了。但这个包真的很可疑啊。嗯。为什么会这样？包的主人是不是在里边？大家可以来这边看一下啊。满娘进去了？没有，看一下，能进去。我操！放什么？我操！壁虎，壁虎，白色壁虎。壁虎。哎呦 ！Hello， 被
哎，我们没去哪个锅，我们没去哪个锅。哎，咱回来的时候再去呗。哎，你看又有个癞蛤蟆。我们不用，不用。可以出去啊。嗯。可以到车了。那我们还去那个防空洞吗？防空洞还挺吓人的。这么黑了已经。但是防空洞进不去。那后边能不能看一下？拿着票。等一下我看。找不到。什么呀？啊，这里有一个呀。你想玩低大吗？要低保的，给你。嗯，降到十还能开两小时。这儿有个门。那我们现在去哪儿了？这是。这都是空的。我打算把这个该死的蜡烛给扔掉。哎呦，这怎么现在呢？现在犹豫。这边是。我们是不是迷路了呀？嗯 ，maybe。哦，是。很脏，别人骑到这儿，这辆车应该很少人再刷第二次了。我刷过，他骑过来的呀。你骑过来了？没有没有，不是，这只是我那天打算把他骑走。哦，我也以为是你骑过来的呢。没有。我去，这车可能就放这儿了。另外边，就一直放着吧。可谁会骑到这儿干什么呀？他跟咱们一样。然后，但他没有走啊，是吧？哎，对哈。我操，前面别进去了，你要进前面去啊。对，他可骑到这儿没走啊。我差点就把你踩到了。好肥啊，肥肥嘟嘟。还真点。哎，这门是开着的啊。这是我开的吧。但是我那天我记得关的。我去，老留下悬念了。啊，这边怎么？好像还挺新的，这应该有人住。观音菩萨。对。真的感觉是现在可能还是有人住的。很新啊这味儿。你看这衣服都干净了。是吧，这还没点蜡呢这块。这可能是有人住的。知道吗？之前吧。只有一层吗？哎，这有个礼盒，你看，大家看看。哎呀，啥也没了。啊？对，这不是中秋节吗？是的，对对。其实我现在体力已经有点不支了，想走，但是他们还想再看一下。啊，跟他们分配道理。哎，听到声音了。真的有，是不是有蛤蟆跳了一下？你从这上面看到吗？没有。是那个捡飞机吗？应该是。嗯。看，我觉得是有人住的，你看很干净。哦，还行。这个肯定很久很久以前的吧，也是。你看，我能闻到饭味儿了。哎，拿去，拿去。美洲大蠊，我最怕这东西了。什么东西？不是很大，你掀起来。美洲大蠊。小强，嗯，美洲大是大强，不是小强。哦，操！我最怕这东西了。哦、还有光亮。走吧，这个活得很自然，没人打扰。我的天！哦，你看那个蜘蛛没？啊？那怎么那么大一个？哎呦我去！这个原生态啊！这是。走吧，要不又玩上了。招魂了你啊！招魂灯。CD 嗯，什么 CD 哦？中文游戏，哈，嗯，盗版碟儿啊，对，你看这个早期的盗版碟儿，哎呦，中文游戏，收起来吧，看看有什么。收起来，来，请收下。对了，已经没光驱了。洗澡的地儿。喂、哎，我靠，这不能播。啊、这不能播这个，我只能这么拍。干嘛？哪有卖这点儿的？我去！哎哎，咱们分析啊，这儿有色情碟片，那挂了个内衣，有没有可能把那个女孩是被绑过来的？我不至于吧？那为什么女生要看这个？
你看，先想象底下那个是啥？那是国外的，不、哦，好大一只脚在那边啊，小心！还有蜘蛛在那边。哦哟，是打码了，打码了。哎，哎呦，还是蓝光的，我的妈！走吧，走吧，我也是。这有二锅头，你看这个生态系的是什么东西？看看这个什么？这个塔塔弟弟爱什么的，塔塔爱。这应该是一个衣服，羽衣服。里面是羽绒服，这是羽绒服的标签，是羽，塑料的。怎么看那房间孤零零的女生尸体在这儿？这是毛线球。体检，这还有色情图片。嗯。都拿走了、啊。这不到处都买得到吗？这些。谁说？我操！别。没事没事，带壳了。那就两层。就喜欢干这事儿，所以是总是有人来的。你们在女厕所里干的？啊！操，坐地上，我去男厕所。进去看一眼，跑厕看看有没有什么有意思的东西。要吃泡菜吗？嗯。就是泡菜，因为是去做泡菜。小心啊，这层陷下去。传说。要说在剧里面，一般都会看到的。怎么样？哦，什么都没有。这是豆瓣，那个豆瓣已经弄完了。会议室也没了，这本地在这里。来，我把放上去。这是什么？这是什么？应该是老鼠吃的核桃。嗯，解不开了，让它成为永久的谜吧。哎，这还吃呢，这榛果。啊，你看你打开这个。还没开呢，没开过吗？没开过。哇，要后来出。你看这全是电话呀。嗯。哇，一箱子电话，全是电话。什么电话？这里面有东西。嗯。对。好。是要两个人一起开这个。好了，我们开始这个鉴宝节目啊。哎。哎，是吧？嗯，怎么样这？竖着，那样竖，那样竖。对，这个是价值200万的。这啥呀？这是？对。春是吧？春宫。春宫啊、哦，连在一起，春宫符合刚刚那个碟的那个环境。这不是疗养院，真的是某些东西的培养院。因为叫春一阵一阵，哎呀没了。啊，不是雨，是风。我去，出来了。打不开啊！四下一扔，啊，打不开！哇操！好大雨！好大雨啊！抓紧！各位，外面下起了暴雨，我们现在不一定能走得了。这个离我们车有多远？哦不，其实不远是吧？那只是走过去。你应该踩裂了你！不是，别动，你还踩一脚。那老鼠在，你再踩一脚，有没有？我刚踩到它的头了。对，头已经裂了，骨裂。啊，都干了，它都。你亵渎了它的尸体，真的。对不起。我觉得鱼好像小了些，怕我电量不足，所以就。嗯，你往后一点。咱不是去办公桌吗？找你家拖款，特别的硬。我去，别这。这办公桌有点复古。什么东西？这东西。现在味道有点怪怪的，好臭啊！哎，这是什么？哎，这真有邓丽君吗？真有邓丽君，有点宫女。我操，怎么掰不开呢？这个玩意儿。老一所，乐在其中。你确定是老鼠的味儿吗？我靠！哇！真的吗？找一找。这儿啊，真的，我看了啊。什、嗯、么？这全是老鼠，更多屎。不过有可能是蝙蝠，我觉得。应该不是人的味儿，老鼠的。我来，别洗啊！我来。出来，这走。没有，还没有洗衣机。嗯，就是个洗衣房、洗衣机。把这洗衣机打开。那个。
还是他的味儿，一堆屎味儿。我操！哦，对，屎味儿这是。我操！我们怎么能忘到这一点呢？总是想着有什么尸体。哎，都成干尸了。哎，听到狗叫了吗？嗯。这个男的，我穿了很厚的衣服，所以淋雨我倒无所谓。他们可能就会被淋落汤鸡。你是说我？人都是啊，我认为不，我有个好东西，我给你包，简单了。哦，我带上。这个坏了是吗？这个可以动。十几年没有练过了。我是不敢做，你敢做？这个伞这个东西。会放出一些不该放的东西。还有点脏。哎呦，我们的雨伞啊，我去。我操！哎，等一下，我们要走小树林，你这能撑开吗？哇，太大了吧？够大了吧？试一下。我不管了，我先打开。可以。可以啊，等会儿谁撑伞？走。那我就我撑着呗。对，走。哎，一折搭给我。我知道，我知道。等会儿。这雨太大了点。哎呀，哇、哦，走吧。等等等等，这个没有均匀打。你看我拖到这儿，裤子都掉了。我去，把那根杆子立过来呀。让你反过来不完了，反过来。行吗？这一根杆子可以了，这是完整的伞了，这下。走吧，出发吧，走吧。你带路啊？我带路。好。好，只有你知道怎么走。走。走起，进来，进来，进来，走进来，进来。没事，咱们可以站。哇，这个太牛逼了，这个。我靠，我们这个太厉害了，这个。哇操！看路，看路，看路。哇，我给你们打灯，前面，前面。伞很大吗？我把灯打亮点。啊，可以。把灯打亮。这太牛逼了！哎，这个好，这个牛逼。结果今天最有意思的是这个环节。啊，看漏出去。为什么？哎，你是不是到淋到雨了？嗯。往前，要不要往前？我得往前了，我走前面。你们不能，对，一个人往前。站成四顶行不行？感觉怎么样？非常好，非常好。太好了，看不到路了，看不到路了。在淋着呢。哎，等一下，等一下，哎。哇！我是什么情况？我靠！啊？哎呦！啊，小心，小心！我靠！哎，你知道怎么走吗？知道，知道，知道。那你走迷路了？怎么可能知道？我也不知道啊！大啊，我们迷路了，总会出去的，总会出去的。明年，哇，它中间开始漏雨了。看到吗？看到这雨，但是看到很多水路，其实。但是我相机又打不开了，过热了。你相机过热了，知道吗？应该不是过热，它那温度不高呀。哇，这雨还挺大的哈。啊，没个伞不行。那桌子完蛋了，桌子怎么玩？嗯，是这样吗？是这，是这。哦，是。哇，这里就是精神病了，应该。哦，去！我一会儿跑出来了。我电池没电了，现在。这个应该是精神科，如果没记错的话。啊，这是我们最恐怖的一次探险，各位。啊。啊，好多蚊子。对，好多蚊子，在跟我们一起避雨。等一下，我记得有我踩到一只青蛙。哦，天！啊，没事，再跳。什么都有可能踩得到。啊，我天，太糟糕了。啊，这是精神科，可以拍一只。精神病？哎，这是哪？走过这来过的地方啊！我靠，你别真走迷路了。我真是照前面，照前面。但我们俩，刚才我们有走这么远吗？好像有啊。有走，倒是有走那么远。我操，好像是走过去。我靠，这他妈咱没来过呢。哦，我知道这车。是吗？那我们是绕过那个精神科了。切，那我们走回去吗？不用不用，前面应该就是门了，大门。哦，太好了。对，你们俩。啊？哎，好像也没事。现在好像已经小点了，我感觉。走左拐是吧？哎，对，不是左拐这。哎呀，好的。看到车了，看到车了。这是你车吗？哇，亮亮哇！啊，各位观众，照下我脸，照下我的脸，照下我的脸。各位观众啊，这是这次恐怖院大考察，听说附近有一个防空洞，但是我们时间没去了，没时间去了。下次记得订阅关注，我们下次去防空洞，最恐怖的防空洞，成都。下次就这么着了，上车了，拜拜。上车了，我送走你们上去。
哎呀，我呦，我靠，车里有只虫子，各位，快点扔出去，知了，扔出去，快点知了，怎么跑你车里了？突然飞进来的，我想拍一个，专门突然就飞进来了，死了，哇，你都敢抓它呀？没事，有蚊子，快快点到上面，可以吧？是好，我们现在把哇，好多蚊子，已经我们要扔出去了，飞不出去了，关窗，哇，我们好多，走，快开空调，我们先撤了，开空调，我感觉我眼睛已经起雾了，快，哇，我的眼睛全是雾，上面，啊，对了，哇，得救了，你没纸啊？看我手上的，你后面有纸，后面那个纸，小楼那后面有纸，哦，递过来。哇，啊，拼了！以后赛不来了，必须点个赞。双击666，免费观看，砸灰。